现实中社交，走啊，我们去蹦迪。加班，我闺蜜也去哦。网络里社交，走啊，干嘛去蹦迪？不去了，我不习惯。一整天下班就回家，这样不行的。要像我一样，多出去认识一些朋友。我有朋友啊。哼，微信好友才六个。这六个你选一个吧。这个吧。哥们，借我50万。到账100万。哇，我懂了。虽然我的微信有2000人，但是我连200都借不了。你这些才是真正的朋友，能介绍给我认识吗？哎，你怎么把他删了？现在知道我好友为什么这么少了吧？现实中的信用卡，你买天价的消费，用贝壳去买单。网络里的信用卡，这个卡欠了8000，这个卡欠了10000，每个月工资才2000，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？哎，喂，亲爱的，我手机坏了，打不了电话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会修。哥，你手里有钱吗？不是借，这不到期了吗？我就倒一下，1000就行。这样，你给我转1001哈，因为那个提现出来，那个手续费要8毛，这不一分钱都没了吗？谢谢哥，谢谢。每个月都是这样，也不是办法。看来我要改变。哎，我这额度涨了2万。听说你手机坏了，该修好了。修什么修？我的女人不允许用坏手机，我给你买一台新的。哎，用新手机打电话给你的小姐妹，叫她们出来蹦迪。今晚我买单。现实中约会，你开什么车啊？日产。我们不合适。GTR。哥，你看我裙子漂亮吗？网络里约会，第一次约会就带人家看车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没事，你去挑，看中哪台告诉我就行。兄弟，待会他看中了什么车，我马上付10000定金给你。但是呢，你要说没有现车，等一个月后才有。可是有现车，不是真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不合规矩吧？到时候你给我退8000就行。还有这招，学到了。我也没办法的嘛。2000的饭他吃完了就忘，2000的礼物他也看不上嘛。是也是，不过2000都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。哥，我要能像你那么潇洒就好了。哇 ，Q。那一个月后怎么办？小啦，格局小啦，哪有人快餐是一个月的嘛？现实中的彩礼，彩礼28000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们广东这边彩礼给多少？嫁妆回双倍的。喂，银行贷款吗？网络里的彩礼，我们那边风俗，结婚必须有3金，10万。可以啊。改口费5万。行。我妈说了，房子必须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没问题啊，首付我来，装修你来吧。那也行吧，我妈还说了，彩礼要60万。那回礼有多少呢？回礼5万，剩下的给我弟弟。不划算，我出10万吧。我们在一起3个月了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小啦，格局小啦，谈生意就谈生意，别搞得跟谈恋爱一样，行吗？服务员，现实中家长群，马老师宝宝准备出生了，我提议大家一起送点什么好呢？我送你去打打鼓。网络里家长群，贝塔爸爸要开学了，我们准备给马老师送台电动车，1人2车，你怎么不出啊？老师不是有车吗？老师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多累呀、啊！你不出钱，那就是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。您说的对，但电动车不也日晒雨淋的吗？不如我们送台保时捷吧。好是好。不过开车容易堵车哦，有道理，那就再送到学区房，大家凑一凑，首付应该不成问题的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怕老师的月供压力大，还是送台电动车吧。小啦，格局小啦，只要我们把工资卡全部上缴给老师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觉得没必要吧。我这可是为了大家好啊，你不出钱就是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啊。现实中的老板，以后迟到罚500，我看你们谁敢迟到。网络里的老板，以后迟到1分钟就罚5块吧，最近经常加班，大家辛苦了。贝总，您真是体贴员工啊。你懂什么，以前罚500太贵，上个月竟然没一个人迟到，现在便宜一点，薄利多销嘛。他5块钱又能赚多少？小了，格局小了，这不还有前期奖吗？现实中收红包。
网络里收红包。谢谢妈妈，妈妈，你把他出去，妈妈欢迎你，妈妈。现实中的好人，你抓小偷。哎呀，网络里的好人，怎么走路来上班呢？我天天被偷了，那时候真该死。哎，不就一台电瓶车吗？有必要这么骂人吗？他偷我电瓶，我不该骂他吗？做人要换位思考。假如小偷的爸爸是马云呢？那他还会去偷东西吗？相信他也是生活所迫，没有了办法才会这样的。有时候想想，小偷也是挺可怜的。你有病吧？小啦，格局小啦，不是，做人要大方一点，善良一点，这样才会成大事的嘛。爱没有遗弃我，你的爱会将我。现实中约女生，买你最爱吃的雪糕。我不吃。拜。网络里约女生，现在去哪？我要回宿舍了。这么晚有点难打车吗？那有一辆车，要不你去问问。师傅走吗？走啊。他说他不走。可是晚上还要查寝呢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我去问问。师傅走吗？走啊，走。我问了，他真的不回去，他在等人。你看，我都说人家不回去了嘛，你还问？你呀、啊，小啦，格局小啦。网络里最暖身。现实中的高情商，宝贝，你觉得我好看？你没眨眼睛吗？好 man 呢。网络里的高情商，宝贝，我下面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就是说我不好看哦。好看，只不过戴上它更好看了。我戴它不好看哦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戴上它比平时更好看了。哦，那就是说我平时不好看哦。你的项链啊，真他妈的丑爆了！哎，只不过是你的美衬托了他的美。好吧，那这两件衣服哪件更好看呢？有区别吗？你能不能上点心啊？这区别很大啊。那这两个哪个是迪迦奥特曼，哪个是赛罗奥特曼，你分得清吗？哪件衣服好看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新款的最好看。